大家好，我是张鑫。心情不好怎么办？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。如果你心情真的不好，出去外面走一走，做一下激烈运动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，除了心情不好之外，其实身体也不大好。好嘞，今天开开玩笑，希望大家听到这个笑话之后能够心情好一点。张鑫漫谈，祝大家天天都是星期天，天天都有好心情。咱们明天见，拜拜。